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凯岸，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一拳超人英雄之路。那旭哥这一集攻略要教大家可以免费拿到豪杰，然后 King 还有守门犬侠好用的神招。那这个活动快要结束了，还有很多这个像是精英角的碎片啊、转蛋券、养成资源啊、机械能源都可以爽爽领起来，都在这一集攻略。好，这个最全的礼包码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好，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续保序号独家最新。那旭哥也有设置一个旭哥手游攻略的这个一拳超人攻略专区，这边有非常多部的这个一拳超人攻略影片都放在这边，将近50部啊。那包含这个福利啊、转蛋啊、秘技啊，还有各种的神招攻略都在这边。今天呢，活动到了最后一天了，所以旭哥帮大家总整理一下很多福利，大家一定要去领取。首先是活动这边，活动这边有心愿占卜，那心愿占卜大家记得要来抽一下。那免费抽可以抽一抽，那你有换钻石的话，钻石也可以换心愿占卜券。那这边抽一抽可以免费拿到角色呢，有豪杰。好用的豪杰，然后像是 King 啊，然后守门犬侠这三只呢都是好用的神角，那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免费入手。看着运气，运气好的话呢可以拿到一整只，那你只要运气不好的话，你至少可以拿个碎片还有资源，所以还是蛮赚的。所以建议大家赶快来这边玩一玩，这三个可以玩一玩。好，那旭哥就来抽一下。反正运气不好呢，还是可以拿到资源，这样是 OK 的。那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记得把它赶快抽一抽，抽掉。那旭哥就来拼一拼吧。啊，拼不到的话就当做拿资源啊，这个免费抽嘛。哦，哎、欸，还真的有资源可以拿。靠，我、哦、真的是来拿资源，全部给资源，太扯了吧？哇，旭哥全部拿资源。那水晶积分大家也记得要换掉，你可以换碎片，角色碎片，或是说你可以换。资源，像旭哥可能拿来换机械能源吧，还蛮缺的。我换机械能源好了。接下来活动里面的这个幸运转盘呢，也剩最后一天了，那大家记得把它抽完，因为每天都可以拿到很多这个幸运转盘券，总共应该可以拿到60-70张吧，非常多。那这边可以拿到转蛋券啊，像是精英角的碎片，这都是非常好的东西。那还有这个像是限制器突破，这可以拿来突破龙卷啊，这个超神的。就抽一抽。哎呦，抽到转蛋券就不错。哎哎哎，不错，精英碎片，好。再来，再来，这个66连抽，统统抽起来啊！抽好抽满，赚了一堆这个碎片。好，那旭哥来开一下碎片好了，刚好趁现在。哎、欸，哦，这个可以选龙卷，爽。选龙卷，当然选龙卷啊，要不然呢？好，精英角开一下啊，狮子王，然后稀有角开一下，肥料，抽一下超能招募啦。那旭哥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啊，为什么这个姐妹花的这个胸部的 size 会差这么多啊？大家看这个在晃的这个欧派，这个胸部怎么 size 会差这么多？一直很好奇啊。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胸部小的，因为龙卷比较猛啊。来，来个龙卷吧，龙卷，龙卷，耶、yeah, ！有紫色，有紫色，来龙卷。哦，结果是文少女。好，那超能招募呢？再来10抽。刚刚又打一下奥德赛，然后转蛋券再10抽，来吧！来，紫色，哇，这一次都是肥料，哇，超多肥料，
好，那把背包的肥料拿一拿，这个格斗脚，然后武装脚，还有这个超能脚，肥料拿一拿。哎，这样也不少肥料。好，那把这个也开一开好了，幸运宝箱。哦，又有肥料。好，那旭哥目前呢，阵容养到四只180，然后一只龙卷呢，即将要往这个220迈进了。这个神话龙卷，那完全无氪金的，那之后会做这个龙卷最强的攻略，大家拭目以待。最全的礼包码总整理，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首先点画面这个左上角人头，点进来之后，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虚宝码。取宝码，然后在中间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那我们就输入这个大写的 OP929， 大写的 OP929， 按确定。这可以拿到50钻，还有一个转蛋券，很不错哦。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大写的 MUSE001 按确定。这可以拿到100钻，加上这个钞票。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NIYA001 大写的按确定，这有100钻，这样钞票可以领取。好，接下来是 BACALHAE 大写的 B， 然后 ACALHAU 按确认，这个有100钻，这样这个钞票。好，那接下来是大写的 JIMMY001 按确定，这个有100钻，这样这个钞票。好，那接下来是大写的 TATGOR001 按确定，这个有100钻，这样钞票。 HEROTRICKGIFT 按确定，这个很棒哦，这可以领到1000钻啊，大家一定要领啊，1000钻非常棒的福利。 R2 然后 HERO，再来是 EMR2HERO， 然后再来是这个阿拉伯数字的 E， 再来是这个 M， 再按确定，这可以拿到500钻哦，非常棒的福利。大写的 FENSITUPO， 然后30000 FENSITUPO 30000，接下来按这个兑换，就可以拿到200钻。DL600 大写的 DL600， 再按这个确认，那这个可以拿到200钻，再按这个三个转蛋券，非常不错，一定要领起来。 ROAD2HERO929 ROAD2HERO929， 接下来按这个确认，那这个可以拿到这个50钻，还有这个转蛋券，还不错啊。PUNCH929 大写的 PUNCH929，按这个确认，这可以拿到这个50个钻石，还有一个转蛋券。好了，那我们就来输这个 XNCEWPCZ， 大写的 XNC， 然后小写一。再来是大写 WP， 然后小写 C， 再大写的 D， 想再按这个确认，这可以领到这个200钻，大写的 OPM2HERO， 再按这个确认，这可以拿到10抽 OPMFANS10000， 这个 OPMFANS， 然后后面输入这个10000，按确定。